入戏太深。肖战更新两张图片，发博时间引博君一笑粉丝激动泪目，卡点发文让 CP 粉很激动。 13.28 寓意一生爱博，肖战和王一博因主演双男主的陈情令出圈，两人因戏成为很好的朋友，因此就有了博君一笑，这是在公开撒糖。去年有传闻说迪丽热巴和肖战将合作新剧，那时候肖战人气正旺，热巴被肖战粉丝骂倒贴演技差。到目前为止，肖战已经小半年没有工作了，也不更新日常，往日的活泼变为沉默。网友评论，一切都是肖战粉丝惹的祸。迄今为止，肖战除了不约束粉丝不发声以外，他什么都没有做。现在看到各种奇怪的操作，给人一种错觉，肖战粉在网暴肖战，以爱之名欺负肖战，肖战哥哥好可怜。有消息称，肖战和杨紫的新剧终于要以网剧的形式播出了，做公益的回报就是接到了综艺《青春环游记》第二季，肖战将作为飞行嘉宾出现在荧幕上。